那在日本的话，它河豚的话是越毒的河豚，它的价钱越高。有毒的这个河豚，它吃起来那个口感有点非常好啊，日本人就喜欢这种感觉。南投日前发生一名小吃店老板自行料理河豚，还邀请亲朋好友一起享用，结果造成一死八伤悲剧，河豚宴成了老板自己最后的晚餐。消息一出，引发民众热议。不过吃河豚中毒事件，国内外时有所闻。让人不禁好奇，河豚肉到底有多美味，让老饕们拼了命也想吃。它的那个里面的肉的那个组织跟它的皮啦，这个东西都有毒。那应该比较剧毒的地方应该是它的肝脏。如果说你煮汤也是一样，它整条鱼的话，你不管吃它的肉、吃它的皮，我内脏都不要，就吃它的那个都一样。你煮汤吃也是一样。像以前我们公司也有在卖这个河豚肉哈、哦。那早年的话，在澎湖那边，他们是。我们国人的话，在澎湖那边吃了那个河豚的肝，死掉的哦，这个曾经在台湾也有过发生的这种例子哦。那我的建议啦，通常就是说，如果说喜欢吃河豚肉的人哈、哦，不妨到专门去卖河豚的专卖店去哦，有专业的师傅来处理比较安全。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像外面抓到的河豚哦，尽量就是说，我建议尽量是少吃了哈、哦。那在日本的话，它河豚的话是越毒的河豚，它的价钱越高。他们的话就是说，你在处理的时候，那里面的内脏啦哈，里面的一些皮囊啊，一些东西里面的时候都要处理的非常干净哦，这个东西才可以食用。它包括它的皮肤里面那个，就是说它的皮下组织、它的皮、它的内脏都有含毒。那日本人他喜欢这种东西，就是说他这个毒有毒的这个河豚。它吃起来那个口感有点麻麻的那种感觉非常好日本人就喜欢这种感觉，就好像说我们吃生鱼片又有那种 wasabi 那种辣辣的那种呛呛的那种感觉。其实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人，河豚对很多老饕来讲是难得的食材，不过还是建议找专家料理比较安全，并且适量食用，否则万一如果真的中毒，短短十分钟就可能要人命。河豚呢，它是一个神经毒素，所以呢，它吃到身体里面去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它全身会发麻，嘴巴麻，眼睛看不见，然后但头晕。那当然，因为它的毒素的毒性呢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如果说我们吃的稍剩的这个量过多的话，那其实很容易在十分钟到半个钟头之内，可能就会有晕眩甚至死亡的一个状况发生。当然还是以剂量为规划啦，就是说如果剂量非常低的话，那当然你还是有机会可以救回来。但是如果说你吃的量很大，那所以它的这个影响的话，很有可能第一个就直接攻击你的神经，第二个呢，它就会攻击你的这个横膈膜。那量大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的横膈膜没办法吸收，没办法作动，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呼吸，所以人很有可能会瞬间的这个休克而死亡。